好久不见的最美主持人白嘉莉13号出席肝病防治基金会公益活动，久违开金嗓，优雅气质如旧。你和我永不分手才是好朋友，还邀请医师好友王大军一同开唱，让台下来宾听得如痴如醉。远嫁印尼淡出演艺圈40多年的白嘉莉获颁好心肝大使，身为肝病家属的她也回忆起陪伴亡夫治疗的过去。我是肝病的家属，因为在过去20年，几乎是每一年我都会从印尼专程到美国的梅尔医院，陪着黄春恩去做肝病的这个检查。作为多年肝病家属，白嘉莉回台湾也要为肝病防治贡献心力。我离开台湾40多年了，我一直深爱这一片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现在我回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白嘉莉。白嘉莉也亲自录制宣传短片，希望能用自己的影响力向国人推广肝病防治的重要。我身为肝病病人的家属，我知道肝要照顾得好，早一点发现问题要解决不是什么难题。久违出席公开活动，白嘉莉优雅风采依旧，先唱经典歌曲，让人见识到70年代最美主持人的魅力。金星文、余嘉伟、蔡庆莹、彭志华采访报道。